杯锦标赛冠军，战绩117战104胜，有请来自比利时尤瑟夫博加内姆。请本场比赛的红方，他是武林风中国勇士，2013年 WRF 75公斤级洲际金腰带拥有者，来自大东翔，有请孙维强。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收看的是我们在新疆的霍尔果斯为您带来的 WRF 黄金冠军赛一场男子75公斤的比赛。我们孙强，男方是比利时的尤瑟夫·布林。双方第一回合一交手，的火药味就非常浓。你可能是比利时的尤瑟夫·达内姆还不知道孙维强的厉害。要知道孙维强是中国的勇士，而且以前是吉林队的三大运动员，现在开始练这个自由搏击。这几年孙维强的进步是有目共睹。他的打法，这个拳法给我们留的印象特别的深刻，就是他以前在吉林队来打武林风的时候，我们这个拳法，印象就特别深，尤其是到了这个大东翔国际俱乐部之后呢，他的拳击的组合这种流畅更不用说了。这场比赛好看，这场比赛好看。我们从双方的出拳的这种力量，包括腿法的这种打击力度，就奠定了男子75公斤级为什么能涌现出一批优秀的选手啊，像罗宏翔啊，包括第一轮啊，是吧？现在的孙维强啊，包括因为他们这个级别，你既有打击的力度，有速度感，是吧？而且他们这个身高包括身体运动性都非常好，所以你看在这个级别当中，观众朋友们都非常喜欢，除了林峰现在说的优秀的明星选手，包括像国家队的这个张开印啊、白敬斌啊、巴特尔啊，还有过去我们大家非常喜欢的刘腿披挂这个刘海龙啊，都是这个级别。这在男子75公斤级，包括男子80公斤级比赛里面，最容易出现大家非常喜欢的这个明星选手，所以这个级别很好啊。前腰动作后的直拳速度很快的，而且在前面腿的力量啊，这奠定这场比赛会非常的好看。已经倒计时，这场比赛第一回合的这种对抗强度和这个节奏感都非常的快，双方第一回合结束。
这是我们在新疆波尔格森林带来的男子七人的比赛啊，红方是孙文强，蓝方是比利时的尤瑟夫·亚内。我通过双方的比赛，感受到比利时的尤瑟夫·亚内姆，这个选手，他这个拳腿组合的这种流畅的协调，而且，他没有落下，落下不是说他的腿部或者拳没有，他很均衡。而且双方的这个拳法还不一样，而这个孙文强更喜欢的摆拳，而这个选手无所谓，他的这个直拳是在这个腿法上双方都有问题，但是无所谓他又被击中了，这是他的一个进入，他进入他这种而且还有带上，哦，一看这个尤瑟夫就练的太浅，就是。但是尤瑟夫，这时候打一偏差，一个后手拳打得很准，但尤瑟夫也反应非常快，哦，没关系，他还能进比赛，这样的话就被扣出两分了。我们说嘛，这场比赛会很精彩，精彩之处就在这里。因为这时候尤瑟夫是想要休息一下，休息一下啊！你看看，这就是孙文强的摆拳的速度。因为现在尤瑟夫要顶不住了，要顶不住了。这时候孙文强，你先不要乱，对方是肯定不希望你这样打对攻的，这才要拉开啊！要想办法用手控制，对方是想要休息了，要休息。这样也感受到比利时的优势，这个比赛的一种经验啊，他现在通过这种搂抱必须为了休息，很轻松。他现在就要搂抱你，用袭击你，不让你出拳，因为他知道我顶不住你这种后手，我是顶不住。尤瑟夫有意识要加强一种扫腿，要控制这个孙文强。孙文强这时候不要急，不要急，不要急，你不要跟对方这样拼的同时，也不要被对方这种腿法的进攻所扰乱你自己的战术。第二回已经倒计时。第二回合比赛结束，第二回合比赛结束。
WF 环球长征大赛新疆霍尔果斯男子七十公斤的比赛第三回合，方是孙强，南方是一大比利时的尤斯姆，说不定第三回合完全就撞平了。这回合要比前两回合更具有火药味，火药味。现在双方打疯了，但是孙强对，但是要对自己头部要加强一种防守，因为对方是破釜沉舟。再次，在这场比赛里面，南方的尤斯维曾经被强毒过，因为孙强利用一个打鹰击，给对方一个强毒。这时候第三回合肯定是尤斯维会扑出去来打，再次一波，这第三回合了。但是打的第三回合，双方的体能这么好，我们所没有能想到，因为尤斯维也会吸取他在第二回合被重击的那个弱点，他会吸取他那个教训，在第三回合比赛加强头部的防守。现在尤索夫是被真是被打怒了，这个我们通过今天的比赛也看到了尤索夫的一个技术全面性和抗击打能力上。正是因为这场精彩的比赛，也让这个孙维强有进一步的一种提升，也知道比利时的选手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水平。看孙维强的这种摆拳的速度，因为孙维强的摆拳是很要强的，现在这个欧洲国一看拳顶不住，只有靠什么？靠这种进步了之后，这个袭击动作，你看他两拳就马上抱起来，就是一个袭击。他绝对不想跟孙强在公屏上，孙强是有他的一个姿势，因为孙强的拳的力量要比这个尤斯维强，就在整个双方拼拳的力量。现在这个尤斯维有意识用腿法来控制，这可真的很重要。在这种情况下，尤斯维的这个技术的全面性上就体现出来。你看现在要用左右的摆拳，尤斯维非常聪明，在拳打完就是右腿，一旦我腿法控制你之后，当你把这个手放下之后，我再用拳击打你，用左右的摆拳。尤斯维技术是很全面，把这场比赛的胜负到底如何，但尤斯维这种技术给我们留下了这场比赛的转折点，就在第二回合的那次强攻上。倒计时还剩最后的十秒，现在你看尤斯维在第三回合比赛里面，他肯定是扳回了比赛。比赛结束，比赛结束。下面宣布比赛结果：一号裁判员28-28，二号裁判员28-28，三号裁判员28-28。停局，加赛一局。好了，观众朋友们，现在大家看到这是在新疆霍尔果斯进行的男子75公斤级的加赛局啊，这是个决胜局。那在前两局比赛里面，前三局比赛里面是战成了28-28。为什么会出现28-28？因为在第二回合比赛里面，曾经这个红方选手孙维强重击对手被强毒扣两分，但是在第三和第一局里头，孙强都输给了对手，双方在前三回合就战成了28-28，是双方的决胜局。第四局比赛，这一回合将看谁输谁赢。那么这时候我们要感觉这个孙强把比赛节奏控制住，要把比赛控制住，因为对方这个拳击的组合很好，只要你把比赛控制好，距离同时加强拳法的进攻，你还有希望。
因为毕竟在第三局比赛里面，篮网选手李优瑟夫进攻的很猛，他体能下降非常厉害，他体能下降非常厉害，这样就跟孙文强有机会。这一回可就太关键太关键，这两枪被打空了。但是在给地道之后，对方的一种搂抱靠一种袭击啊，就看在这一局里头，这一回合里头，谁有一次重击能够致命的一击。现在这个孙强控制好节奏，看这是双方打应急一腿，当然在这一腿上那肯定南方占优势了，因为你被击倒了嘛，对吧？但是我看到南方选手比优瑟夫体能还是很好，你看这两拳是吧，优瑟夫明显要比孙强好，这第三回合打到现在第二局里头，现在优瑟夫在这个节奏和距离控制上非常好，这个比赛时机的出拳把握要好，现在孙文强就显得有点被动。你看这个迎击拳，优瑟夫打出去，我打一拳之后，一个搂抱，一个袭击动作，即使没有袭击，我要搂抱你，但你不让你出拳，在这个战术安排上，现在其实优瑟夫处于优势，处于优势。现在孙文强就显得被动了，啊，显得被动了。被动原因是有体能一种下降，同时你的腿法能控制好对手，而你拳要打进去，你板拳你很难打进去。现在孙强只能顶着打，没办法，什么都要用，只能顶着打。但在技术全面上，优瑟夫具明显的一种优势，在技术全面上，南方选手比优瑟夫具明显的一种优势。他在近战当中有新的进攻，而在这个中战当中还有腿，就是像这两拳孙强都打空了，最后的十秒钟。最后的十秒钟，比赛结束，比赛结束，比赛结束。这场比赛应该是蓝方凭借着优瑟夫获胜了。下面宣布比赛结果。加赛局判分如下：一号裁判员9-10，二号裁判员9-10，三号裁判员9-10。比赛结果：蓝方胜。亲爱的朋友们，明天收看。